李若阳从演艺圈，刘家百般阻挠。那时候音乐才要实习生，我就说不然你反正也没事做，你去当实习生好了。然后实习到有一天，他说我要去参加甄选，然后我就打给老板跟他讲说，请你不要选他进帮忙。本来可能 Andy 不会选他，因为他这么一讲，他还注意了他一下。啊，你叫刘露存很好，刘颖露下存起来。小燕有约，两人准时相约。